这太夸张了吧。这面真的有半只鸡，这面真的有大海鲜，寻味师的面真的是 YYDS。一碗面里有半只鸡，你确定不是在逗我？又一个图片仅供参考是吧？视频同款寻味师拉面搞出来了哈，全家福一共有五种口味，有这个半只鸡面、麻辣牛肉面、鸡腿面、肥牛面，还有一个小的油泼面。有一说一啊，这个面包装确实看着很不一般，对不对？咱们先看看这个半只鸡面是不是真的有半只鸡。它这个食用方法倒是很简单哈，就是把汤包直接放在水里煮成扔就可以。嚯，这汤包这么大，我现在就去煮一下，好吧？ 2000 years later。 嚯，这绝对是我吃过最夸张的一碗面，不过它的价格也确实不便宜，但是秀才一分钱没花，因为整箱寻味师拉面还有整箱可乐都是在拼多多速食全家桶抽到的，据说全家桶里还有好利来冰山熔岩、威龙大礼包等等各种好物，赶紧点击左下角链接看看你能抽到什么，真香。